7月3号，据韩国媒体报道，申美的经纪人李海珠组长最近因为个人原因离开了 Make Us 娱乐。申美活动的相关事务在李组长离职前就已经开始由其他负责人负责。据悉，申美的经纪人李海珠是从他在 Wonder Girls 时期就一起共事到现在，已经6年了，看得出来感情非常好。一大早，经纪人就像妈妈一样去叫为了拍摄广告的申美起床，催促她洗漱。而经纪人也提到，会根据申美不同的状态，使用不同的称赞方式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